扑克嘞，我只是要你打扫，没有要你归类啊。哎，你把这东西拿出来做什么？我刚才不小心打翻了，正要把它放回去。啊？Hello， 哇，这么快又回来了，是不是要来赎回你的东西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想要请你帮我看看这个。哦，哇，这只表耐看耐用，单单这只表就可以让你戴一辈子。甚至传给你的曾孙子都 no problem。这是历久不衰的经典款式，很保值的。哇，哎哎，那可以当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啊？让我仔细听听他的表链。那也要看是不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老公最讨厌假货了。这只表是你老公的？哦哦，没有。这只表呢，是我跟朋友买二手货，想送给我老公的。那你为什么又拿来当啊？人命关天，要救命呢！不要告诉我，这只表你当了，那些钱你要拿去赌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赌了，是要帮助朋友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大圣啊，可以当多少钱啊？我刚刚听到你这只表的声音有点粗糙。可能表翘是真的，表芯是假的。我找一个钟表行的。
是啊，你要我在家里跟墙壁讲话吗？这么多东西可以做，你偏偏跑去赌博，你也真是的。我知道你很努力去赚钱养家，但是你也不能够把老婆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啊。大哥，我是要工作养家的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你以为我想的？喂，你那么喜欢你的工作，你干脆跟工作结婚好了，干嘛要娶老婆回家？还是女人了解女人？你们男人懂什么啊？总之，这手表是不会让你当的。你宁愿要手表，也不理我的死活。我就把这手表丢掉。